现在基本上经济也用的差不多了，没钱了，就等于就钱了在中国，大家有什么贵？上街去找你吗？他来说你还能上街吗？如果你连跑的机会都没有，你找谁跑啊？现在？现在还是不准出门是吗？是啊，出门都封死了。哦，那买菜的话，还是他们什么送？买菜要是两个，你现在的几个问题，一个菜价很贵，吃不起，对吧？嗯。第二个，钱从哪里来呢？财务从哪里来？没钱买得了菜吗？是那些年。嗯。那么第三个问题，你出去炒饭，我是准备出去炒饭的，这个我带着我们家人炒饭，找谁炒？出不去，我被炒了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没有病，我怕了，也不是我怕了，对不对？我是个正常人。嗯。为什么我没有生活的权利？那可谁能告诉我？我这样每天坐在屋里，怎么办？真死。对呀、啊，那不是把人给困死在家里啊？这不很不人道哎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？谁打个电话问过我了吗？谁来关心过我们呢？没有人呐、啊。所有的救灾物资，我连一粒米都没看到过，一粒米呀、啊，一颗米我都没看到过，就是其他的了，我都没想得到，救灾捐助的什么，我没有，我现在我家的四个人，两个小孩单独住在一起，对吧？嗯，我没收到一颗米呀、啊。哇，那真的是让老百姓真的怎么生活呀？我如果是这个样子。我那个周围的人，我问了一些我周围的人，都是像我这样，都没收到一颗米啊。嗯。那你找什么的？嗯。为什么的嘛？那马上就要吃什么？就是四十天了，就是还要封四十天，四天封，是不是？那这样的话，是不是疫情还很严重啊？还要封四十天？我不知道，没有人报道疫情啊，报道什么疫情？如果疫情来不严重的话，我们。对不对？这个这是很简单的逻辑。疫情如果不严重，是不是要开门，大家出去正常生活？那现在封门，这代表是很严重吗？这还用问吗？你没钱，它就断电了是吗？自动断电？是啊，当然了，因为它是跟我的手机捆绑的嘛。哦。它不是就画错嘛？要不然我把这视频给你看的。嗯。我现在生活确实很困难的。还没有奶粉吃吧？嗯，我是三十多的小女孩，没奶粉吃了怎么办？真的这样下去，老百姓真的是很生活，真的是。老百姓，我觉得我是个人啊，现在我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一点意思。这个老百姓，我是个人。嗯。是吧？嗯。我的儿子和女儿也姓潘。嗯。啊！我是有名有姓的，我怎么是老百姓呢？现在。是这个道理吧？是，嗯嗯。那像这种情况的话，这应该是在你们那边很多吧？我父亲那边也没有啊，也是一样啊。嗯。我岳父岳母那边也是这样啊，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。都只能说我能够了解到的，只有我的家人，还有我的亲人都没有啊。我的兄弟啊，我姐妹啊都没有得到啊，什么都没得到啊。因为他们如果说拿了一颗米啊或什么，他会跟我说啊。那些捐的物质哪里去了呢？天知道，那就问老天呢，问老天爷啊，那我哪里知道的？各个地方捐了那么多，不知道啊，我哪里知道？那老天爷知道啊，我一个家族大概有七八个人，对吧？嗯。姓潘，那么我们就是通电话，他们也没有收到所谓的捐赠物资，他们也没有收到一分，对吧？嗯。我父亲冠心病。高血压，他没办法出去，他去不了医院。嗯。是的。好像他不是最近推出一些什么政策吗？我看他什么要给老百姓一些什么政策呀？我已经说了，从封城的那一天到现在，我没有收到一颗米。我也打了很多电话，这都有电话记录的。嗯。是吧？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。我能说谁呢？我如果骂这个党。骂这个政府，这是我要坐牢，是吧？嗯。他说我说贫富之志，说重了一点呢，他就说我颠覆国家政权，
那我怎么办呢？你饭都吃不起了，怎么颠覆啊？我是个人呐、啊，我有家庭呐、啊，嗯，还有我有父母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换句话说，我上有老下有小。现在如果像你们这种情况很多的话，那接下来还要等到四月底的话，这个社会，这不是人，这是地狱。我们现在这个不是社会，是地狱。我们在地狱里熬着，等待着审判，或者等待着欲火杀我们，不等起来。我们还很恐惧，因为病毒无处不在，武汉肺炎的病毒无处不在，明白？得了病那更麻烦了。嗯。